大臣，你天天都在求饶，别玩了。这不是你要求的吗？天天就是天天。先叫哥哥，叫完了，哥哥就给你亲。嗯，啊，叫一声来听听嘛，我都叫你那么多回了，亲完了还可以干别的呀。不知羞。兰湛，你这样一直抓着我不累吗？只剩一只手做事多不方便。那请问，我该怎么做？我教你啊。你把母鹅摘下来捆住我的手，不就方便了？这就对了嘛！哎呀，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哎呀，啊啊啊！兰湛，抖音。